为了弘扬中华农耕文明，推动发展农村体育，提升农民荣誉感、幸福感、获得感，近日威海市文登区举办第一届农民运动会，220多名农民运动员参加角逐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玉米脱粒儿、在夕阳深苗、30米捡花生米、抓鱼比赛等12个趣味项目，将农村日常生活、生产劳动和体育竞赛相结合。新奇有趣的比赛让参赛运动员们乐在其中，体验着体育运动带来的欢乐。就是一会儿应该选的还挺有一定的意义吧，对，特别对那个农村的老百姓来选那个。都是有与农村的一些学习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吧，丰富老百姓的业余生活，增强了老百姓体质吧。运动会虽然简单，但却趣味十足，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生活，让他们在运动中同庆同乐，在快乐中享受着自己的节日，享受着丰收的喜悦。我参加了两项比赛，一项是满骑自行车，一项是枪手枪中。骑自行车，老些年是没骑了，不过今天骑，感觉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开心，能有这么个平台凑在一块儿。可其实非常的心情非常的高兴，以后我们看看经常的能举办，我参加。